日，每到8月12到14这几天，高松会举行夏天的庆祝节日。这时候呢，大家都会在这条大道上一起跳舞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条大道整整满满的都是出来跳舞的人。这些人呢，分为各个团队，他们按照这个曲子呢自己创作舞蹈的方式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日本高松就是这样庆祝节日的。节的时候摆的在外面吃的小摊儿，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章鱼烧，还有在那里炒面。日本这样的小摊呢会摆很多，每当过节的时候，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这些小摊食品。Thank you.